哇，你看，我觉得这个干板条一定超屌，这个酱看起来就很屌。有猪肝，然后套 Q， 哎，这是花枝还套 Q， 虾子，套 Q 很多哎，然后冬粉。If there is something we need, it's a leap of faith.Step away from the comfort zone and be a little brave. 好嘞，我们今天的话，刚刚来买这个什么，这个大南市场里面有一个很有名叫胖子肉松，然后现在顺便来吃中餐，然后看网络上好像推荐说，这边有一个叫石井面的，好像蛮有名的，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找，因为这市场好大。石井面，好，我们继续找吧。If you had the will and a moment to spare, 好像是这个。找到了，可是他没有砍棒，对，他是他的那个网络上就写他叫魔砍棒，无砍棒的石井面。老板，我可以点吗？我要内用哦，一个石井冬粉，然后一个干板条，啊，小菜是这边直接用，是不是？哇，小菜超多。哦，好，自己夹自己夹，这个好了。这个好，锅巴，再加个豆干好了啦。再加半条。哎，油豆腐，油豆腐好了，油豆腐。你看，我觉得这个干板条一定超屌，这个酱看起来就很屌。然后还有肉丝跟榨菜，还有这个是豆芽菜。豆芽菜，那酱看起来很棒，也很 Q 哎、欸，超 Q 的感觉。哇！好吃吗？它酱是那种咸甜咸甜的，就是那种酱油的咸甜，然后加那个油葱的味道。然后配这个肉跟这个豆芽菜啊，很好吃，而且是 Q 的，勾扎比，嗯，超级勾扎比。我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小菜，乌阿巴，哇，这看起来很屌啊，哇，这看起来很屌，乌阿巴，有，你会让你想到花莲的那一家面店。那个肉好，我讲很新鲜吗？就是牙齿没有那个腥味，然后很扎实，会有这样。超好吃的，你看它油豆腐好吗？有。太烫。哦。好像不错哎，那你直接看你这个，你这个石井面看起来很好吃。不错，这家门店蛮厉害的。啊，这家店几颗星？七到八颗。哦，猪肝，然后套 Q， 哎，这是花枝还套 Q？ 虾子，套 Q 很多哎。然后冬粉，所以我看他是用锅子套的。老板，对，他不是，他是用锅子去煮的，就是那种大锅底去煮，旁边有那种炭烧的味道。好喝吗？很好喝，很好喝。很好喝，看来就很鲜的感觉。这里，哇，鲜哦！啊，好喝，没有味精的那种甜，不会，就是很多海鲜跟那个猪的味道，啊、那个鲜甜味。好喝，真的肥，这个会肥死。好喝啊，真的会肥死。花枝，不是花枝，套圈，这是中卷啊，中卷吧。脆的，嗯，哎，我觉得它油葱好好吃，它的油葱很不是那种油腻香的味，很就是那怎么讲哎，很难讲哎，如果你来吃吃看就知道了，是吗？就是那种很顺的油葱香味，然后你不会觉得油腻，也不会觉得燥。
老板全结账在哪里？这样多少钱？170一下。好，谢谢。吃完了，好不好吃？好吃，很强的，反正我觉得这样市场里面一定都有这种几个强者在这里面生存很久的，就比外面的店强，而且很便宜，而且主要它的汤是没有，应该是真的没味精，吃起来是没有嘴巴不会干，不会干，然后哇，它那个料都超实在，而且很便宜，一碗最贵好像才70，而且我们刚才点那么多好像才100多块，超便宜，就在台北应该破200-300了，拜拜。